这个屋子啊，我们的店子差不多100年了。我的公公啊，我的爸爸，吃一点就流行。哦，三代了，三代了，三代了。早以前我的铺店有做那个印尼的生意，我还有看到找英文、英文。我们是多赢啊。一般是厂来的，我有时候是来订啊，做戒指啊什么。现在我们马六甲人作为做地方创始人，我们应该支持好行业，不管是这个外籍的老行业，甚至任何马六甲的老行业，都是具体马六甲古城历史的名堂的。所以作为马六甲人，我们一定要支持好。